就你们在这张桌上讨论国家大事有意思吗？那讨论完能咋的，也就过过嘴瘾呗。你还是一个今年赶考前途未卜的举人吗？你还举人，那酒坛都举不动，那店里的活不都我干的哦？你不还是一个坐在美女身边不敢表白的一个实习跑堂的吗？还有你不还是一个冷冰冰的当代小龙女吗？还有你，那是你们还是老板娘吗？像我说吧，这做人吧，你得务实，对不对？你没事整的臭脚疼，那有啥用啊？我爹临死前对我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：有招想去，没招死去。废话。其实，大宁说的也有道理，确实应该想个靠谱的法子。太阳都晒屁股了，咋一个人影都没有呢？人呢？起床了！一分钟之内再不去，所有人都给我扣工资。老板娘早安。老板娘好。老板娘好。舍弟起床了，都舍弟起床了，来来，站好站好。同志们，我们古镇酒楼经历了风风雨雨，终于重振旗鼓，重新出发。我们就各就各位，开始干活吧。正所谓天上没有馅饼掉，幸福的生活劳动造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咱们酒楼从来不养闲人。好，干活干活。老板娘，人家还只是个刚从幼儿园毕业十几年的孩子，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呀？给我去一边，我也只比你早毕业几年而已，滚。古镇酒楼开张了。小二，来壶酒。客官稍等哈。老二，来壶酒。小燕子，客官你好，你要续壶酒吗？再来一壶，女儿红。啊，好。客官请慢用。刘叔，这几天咋样？哎呀，昨晚给你汇报过了，客流量有所回升，客人们都喜欢张大牛的手艺，尤其是他做的菜，客人们吃了以后啊，都是赞不绝口，吃了还想要。我不是问你生意，我是问小燕子，你有没有觉得他怪怪的？瞧你说的，好像他哪天不怪似的。你看哈，两眼无神，目光呆滞，有气无力，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，好像随时都能灵魂出窍似的。哎呀，老板娘，
您那修辞功力真是登峰造极，小生佩服，小生佩服。哎，老板娘，嗯，你这贵人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？啥事儿？啊，之前为了防御独孤贼，你是不是请了一个外援？外援？外国人？哎呀，就那个来无影去无踪，那个一时半刻也说不了半句话的那个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哎呀，我的个苍天大老爷呀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他人呢？可能在河边嘛。哎，老板娘，你真还要往外冲啊？你说他在河边吗？我去找他呀。哎呀，小生只是想提升一下自己的幽默感而已。那个，青青河边草，那悠悠天不老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不倒，那春风吹不倒。有毛病。可悲可叹啊，大好年华却缺少鉴定文学作品的能力，一看就是缺少童年，一看就是缺少童年。这老夫好长时间没有下山了，这古镇旧楼该怎么走啊？大兄弟啊，请问古镇旧楼该怎么走啊？古镇旧楼金如意那家是吧？是，往前面走，第二个路口向南，然后再向西走一段路就到了。谢谢大兄弟啊。小哥哥，请问古镇酒楼怎么走？古镇酒楼金如意那家是吧？嗯，往前面走，往东走，再往西就到了。哦，小哥哥人真好，谢谢小哥哥。不客气。早就让你去跟人打听，你偏说你认识路，都是同一套爹妈生养的，你有资格说你自己不是路痴吗？那我也是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。你知道我们走了多少冤枉路吗？真不知道老爷是不是眼花了，怎么会选你这种人做首席的大丫鬟？这话怕是老爷听了会不高兴吧。除了你们两个，没人嫌弃我。走吧走吧，我只想快点把事情办完，跟你这辈子就没有什么默契。青青啊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还有号召。青青见过当家老板娘。当家的就当家的，老板娘就老板娘，连在一起挺像东瀛人似的。老板娘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青青，你看是这样哈，当初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请你来帮忙，你呢也是不辞辛劳，连夜赶来，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哪里的话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也知道，咱们酒楼令大姑重开张，又添了丁，多了罪，出了钱，我真是无以为报。可是现阶段，咱们最缺的就是钱。此言差矣，对我来说，你能收留我就够了。如今独孤贼的事儿已经告一段落，你看你是不是？恕青青无礼，暂时还不能离开。为什么呢？我有不得已的理由，不便告知。莫非你想改行做领班跑堂？领班跑堂责任重大，青青自认无力承担。那是你想做账房先生或是厨子？莫非你想做老板娘？我对酒楼里的任何职位都没有觊觎，只求您能准我一个容身之所。青青，你不是得罪啥人了吧？当家的莫要追问，我敢保证，只有我才能保古镇酒楼周全。什么都不做？对，什么都不做，但是我要在。Hey,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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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
去一边去，我们看你娘正在崩溃边缘嘛，找别人去。都怪你，也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什么的。乐乐乖，小燕子陪你玩好不好？你又不是我的什么人呢？我是你的小燕子呀，你看叔叔还会做鬼脸。走吧，我们去院子里踢毽子好不好？既然如此，看在我娘的面子上，我就陪你玩一会儿吧。走吧。你有啥闲事吗？还牵动到乐乐身上去了。别提了，昨天就在这张桌子跟前儿，我信誓旦旦地说咱们酒楼不养闲人，不养闲人，结果呢，来了一位白吃白喝白住的大脸部。我就问你，大脸部？你还别说，青青的确面容白皙，面纱难藏娇人胖。可我当初是请他来帮忙的呀。那请人容易送人难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，尤其是你克扣工资，不建立保障体系，也没有合理合法的。刘叔，你学问多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小生愿为其详。婷婷，老板娘，小生送你四个字儿。刘叔，请讲。静观其变，青青姑娘并非莽撞无福，她做如此决定，怕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说了等于没说。哎呀，这人是你请来的，你对他的底细自然了如指掌，哪有小生插嘴的余地？古人说的好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我呸！哎呦，真是个只会读书的棒槌。小生的属性如今还言之过早，还要等到一年以后才能见分晓。明年，明年我就等着八抬大轿来抬你这个准县太爷，到时候你也给咱酒楼做个活字招牌。活字招牌怕是颜值不够，这题字嘛倒是可以，小生要抓紧练习书法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老板娘，我要练习书法了啊，来给我，我要练习书法了啊，练习书法。真是个棒槌。客官请慢用。老板娘，你们谁有空给我打点任务去呗？哎，你们能不能分散点注意力给我？我那灶台上烧着菜呢。小燕子，去帮大娘打点酱油。啊。去隔壁老王的店铺，让他们记账，月底一起付。好。你看看你失魂落魄的这样，就算你的小仙女再走高冷范儿，你也用不着这样吧。老板娘，我想唱首歌。啥歌？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似小曲。哎呀，这是谁把席梦思立门口？哎，还挺圆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感谢上苍让我们相遇。请问这里是古镇酒楼吗？这里是古镇酒楼，客官是用膳还是喝茶？请给我们来一壶碧螺春加糖，谢谢。这喝法够创新，碧螺春加糖一壶。好嘞，碧螺春加糖。二位客官，这边请。来，喝点水。两位客官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您就是貌美如花赛天仙的老板娘吧？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没错，正是在家。太好了，七天七夜呀，我们终于找对地方了。这听口音看打扮，两位客官是外地人吧？
是的呢，是的呢，可外可外可外的了。我们来自白家庄。原来是从大名鼎鼎的白家庄赶过来的呀，那可真是不对。白家庄到这儿走了5个时辰，起码1个时辰就到了。二位晕了多久？7天7夜呀，真的是7天7夜。我能采访采访两位吗？那是咋来的呀？爬吗？实不相瞒，我是货真价实的路痴，刚一出门就指错了方向，马都累死了好几匹呢，都跑了2天2夜的冤枉路。对了，客官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对对对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找什么人？一位亲人。什么亲人？未来的主人。什么特征？一个女人。说了半天一条冤枉的线索都没有。行了，我还是给二位看看查有没有跑号吧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有名字。哎呦，多新鲜呀！市场上卖烧饼的都有名字，人家不光有名字，还有绰号呢，叫烧饼小五郎。别打岔，我们要找的人，他的名字叫雪晶晶。来者不善，绝对来者不善。人家眼睛里有星光，他们眼睛里只有眼屎啊！那里追人能7天7夜不眠不休，连妆容都顾不上，摆明了不是讨债，就是寻仇啊！不行，我得去找青青。老板娘，您找我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咋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？你会移形换影吗？这是习武之人的自我修养。先别说那些没用的，青青。你是不是摊上事儿了？而且是摊上大事了。您所指何事？别跟我玩虚的了。刚才酒楼来了一伙人，指名道姓要找你。为了找你，人家干了7天7夜的路，马都累死好几匹。此人从何处来？白家庄。先别管这些路痴是咋走了7天7夜的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，你咋跟白家庄有过节的？据我所知，那是不轻易跟咱打交道的物种。且慢，对方指名道姓要找我雪晶晶吗？这也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。他们说他们要找雪晶晶，那就没我什么事了。我不是雪晶晶，雪晶晶也不是我。你们按照一般客人对待便是。明眼人一看，找的就是你呀。青青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？你告诉我嘛，咱们可以商量，我会帮你的。只要你们不透露我在这儿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也请你吃糖哦。金乐乐，好端端的不去读书，咋跑到客人腿上去了？下来。老板娘，这孩子太可爱了，刚一探头就被我发现了，是我喊他过来的。亲，我不是冲你喊，看我干啥？下来。耶，你的姐姐呢？咋不见了？我才是主角，他们只是路人甲。原来如此。你刚才把啥放嘴里了？干净吗？就往嘴里放。这是糖果。谁给你的就吃。老板娘您消消气儿，这糖果是我给他的。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识节来之食不吃万人零食，怎么就记不住？江湖险恶，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亲，我不是冲你哈，教育娃娃是头等大事，不能耽搁，还望海涵哈。我说你半天了，你倒是吱个声啊。我下次不敢了，可是这个糖，我说的就是这个糖。不拿陌生人一针一线是闯荡江湖的铁律。你倒好，年纪轻轻就开始助纣为虐，滋生贪腐之风了。看样子我今天必须得教育教育你。嘿嘿，老板娘，万万使不得，他还是个孩子呀，你看你把他给吓的。孩子咋了？孩子这个词不是犯错的保护伞，犯了错就必须得教育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还跟你嘴了是不？真是给你几分颜色就开人放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这次就该你进了，去哪儿了？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如蝇。
娘，你看，这是我们酒楼的糖，还有糖渣渣呢。酒楼的糖。小生证明，这的确是我们酒楼自产自销、纯天然、没添加、没有防腐剂的糖。点了它，吃了它，有了它，你好，我也好。这客官不是点了碧螺春加糖吗？人家看乐乐可爱，给乐乐的。客官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坐哈。为了给你赔礼道歉，我请你吃糖。刘叔，乐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咋不早和我说呢？你刚才凶巴巴的，像个母老虎一样，我根本插不上嘴。乐乐，你知道经过这个事儿，你得学会一个啥道理吗？不知道。就是人在遭遇危机的时候，一定要眼见一杆水中钉，千万不能磨磨唧唧绕弯子。明白了吗？乖。哎呀，我的个苍天舅老爷呀，我这酒楼是啥属性？专门吸引各种棒槌，一天天的，这是要累死我吗？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整天瞎忙目空浪，脖子都要疼死了。真希望有人能帮我按摩按摩呀。就是这个力道。这力度你还满意吗？满意，舒服得很。来这喝着。老板娘，是我呀。客官，你咋跑这儿来了呀？这是后台种地，闲杂人等最好不要进来。我把水喝完了，然后就想打点水，刚才我喊破喉咙都没有跑堂的过来。这个小燕子肯定又开小差了。来，给我吧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就会。客官，你啥意思吗？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您就是金山派掌门的独生女金如意吧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咋知道我的名号？我就是白府无所不知的白福妹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妈呀，烦死你啊！你知道不，我听老多人提起你了，你可是我的小粉红、小姐姐、小偶像呢。姐姐啊，能见着活的真是忒激动了。有话好好说嘛。你知道不，你是我小时候的偶像，也是我们白家三姐妹的梦中偶像。我爹张嘴闭嘴就说，瞅瞅人家金山派的金如意啊，同样是闺女，这区别咋就这么大呢？果酱，果酱，能先把我的手给我吗？你知道吗，我小时候还为你做过一首诗呢。啥诗啊？如意如意，随我心意，人家有伞，我有如意。变，你觉得这个亮相的造型怎么样？挺好。客官，你这童年很欢乐吗？动画片都看砸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刚才有点忒激动了，没有吓着你吧？略感意外，就是没想到你看似如此精致的外表下，竟然有一颗狂野奔放的心。正事要紧，只顾着犯花痴了，差点把少爷交代的正事给忘了。
啊，没关系，我没忘。田水。哎哎，如意姐姐，雪晶晶在你酒楼吗？搬上之前我就和你说过，你要找的那个人不在我们酒楼。没有雪晶晶，雪青青总有吧？乐乐都告诉我了，半个月之前雪晶晶姑娘来到了你们酒楼。就算如此，你也没有证据证明她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哼，你瞒不了我的。此人和我要找的人，无论从身形体态以及到此的时间都非常的相似，所以我大胆的推测，这两个人一定是孪生姐妹。我不管他是啥，孪生姐妹不孪生姐妹，总之我们这儿没有你要找的人，客官请回吧。如意姐姐，你就让我见见青青姑娘一面吗？要多少银子我给。我们古镇酒楼自开张来，城四海市宴八方客，开门做的都是正当生意，从来不做贩卖人口的勾当。你要是再提出这种无理要求，我可要保管了。姐姐，我不是人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白府上上下下都在等着他过门呢。过门？嗯。过什么门？什么意思？你赶紧跟我说说。这件事情嘛，说来话就长了。哎，大牛，来，这位陪我聊聊。咋的了？你这魂不守舍，你魂丢了？哎，青青妹妹最近好像进入了一级警备状态，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啊，失恋了？敢说的吗？失什么恋呢？根本就没恋。你想啥呢？我说的是失去联系，失联了。反正对我来说差不多。人家呀，是高岭之花，高不可攀。我现在人虽然活着，可整天一点盼头都没有，生活都没有主心骨了。我有办法能让你有盼头。啥办法？你借我一百两银子，啊，然后我还不还，保证你日日夜夜都有盼头。你这都是跟谁学的呀？这叫智慧。太恶心！你恶心啥呀？你怀孕了？白姑娘走了。你说哪个白姑娘？深蓝的、浅蓝的、紫的？好吧，我纠正一下，是白姑娘没恩门，走了吗？要是真的走了就好了。他们说他们明天还来。哎呦，不容易呀。看他虚张声势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他要留在酒楼里过夜呢。你是不知道啊，真是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，用了三寸不烂之舌，力搏千斤顶的功力，才把他们劝走的。再说了，我这是酒楼，又不是客栈，凭啥让他们留在这儿陪我们过夜？老板娘，你这话说的好污啊。不过我收获很大，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是啥？啊啊！小声让一起想，小声让一起想。这不小样，我跟你说，你平时没心没肺，活不乱跳的，其实咋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呢？你会不会说话？算了，没文化呀，也不是你的错。是，我是个粗人，但是我看得出来。你是不是稀罕人青青姑娘？喜欢有什么用啊？人家眼里啊，根本就没有我。你们这帮人啊，太磨叽。这男的磨叽，女的也磨叽。那青青女侠也是磨磨唧唧。我警告你啊，大牛，你说我可以，不准说我家青青。行行行行，你家青青，那你咋不当他面跟他说清楚呢？我也想找他问清楚啊，可是青青只字不提呀。按道理说，我跟他。是哪种关系？他不跟我商量，他跟谁商量啊？你这话说的好暧昧啊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不就是同床同床同床的三同吗？要不要小生给你送一面彩虹旗啊？你还是先让他把窗户开个缝吧，
还新房，你咋不洞房呢？我知道我送，但你别怼我了，行不行？不是往别人伤口上撒盐，就这么有意思吗？你要说撒盐，我得跟你讲究讲究。要说我这顶级大厨，那撒盐可是太有学问了。停！我现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需要的是安慰和鼓励，不是你的厨子精。中，那我就当你一把，你的人生导师。我问你，你对青青的感情你能控制住不？我也想控制住，可是问题是那个白姑娘再来可咋办嘛？从今天的谈话我算是见识到了，这个姑娘绝对不是省油的灯，她要是再做起来，那咱酒楼上下都没有好果子吃。哟，老板娘，没想到还有你害怕的。我不是害怕。你说咱古镇酒楼从开张到现在风风雨雨分分离离的不容易，方圆五里的客官好容易吃惯了大牛的手艺，再被弄得鸡飞狗跳，我咋和大伙交代嘛？我也想给自己一个交代。我就看不惯你这大老爷们坐着光动嘴不动手啊，坐在这儿就能把三山五岳走一遍啊，坐在这儿就能把大好的河山走一走，你不去走那就是个屁。什么是江湖？有人的地方才是江湖，你不去闯你就永远不了解江湖的含义。哎呦大牛，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么一番有道理。这可不是吹出来的，这是走出来的啊，你自个儿慢慢想，我得准备明天的食材。再陪我聊会儿，再陪我聊会儿。老板娘要发飙了啊，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是该有所行动了。是啊，是不是该有所行动了？你说的对，是该有所行动了。讨厌我，他不讨厌我，讨厌我。呀，青青妹妹还没睡呢。青青妹妹，你在吗？谁呀？是我，燕梦青，大家都叫我小燕子。哦，是你呀？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还不知道从何说起，我还没做好准备呢。早知道白家庄能找到这儿来，还不留在这儿韬光养晦呢，好些日子没练武，不知道功夫退化了没有。离开酒楼就吃不到大牛的饭菜，看不见乐乐笑容，听不到六叔的吟诗作对，是不是忘了谁呀？可是也没有当家老板娘的唠叨了。哎，算了，眼下还是先找个落脚的地方，再写信通知当家老板娘吧。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，是不是有些不礼貌啊？谁？了解你脾气秉性的人，在这酒楼里除了我还有第二个吗？你怎么来了？等你呀。你看，为了你我把我珍藏的剑都拿出来了。独孤贼事件都不曾见你亮兵刃，想不到为了阻止我脱离苦海却拿出来了。当初不是不想拿，是真的没找到。你说现在用不着了吧，他偏偏又出现了。要知道在咱酒楼里除了你和柳叔没人知道，我原来也是个廉价的。您当真要为了阻止我到这般田地？我不是要阻止你，我只是想弄明白到底是咋回事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请放我一条生命。干嘛说得这么严重？难道我不放过你你就只有死路一条吗？虽然不至于，但也差不多吧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问你，离开了古镇酒楼，你打算拿啥养活自己？凭本事闯江湖，总不至于饿死吧？单纯到一定程度就是犯傻了。你真以为江湖像说书人嘴里说的那样，凭着一身好功夫闯荡江湖行侠仗义就能受一方百姓爱戴，从此吃喝不愁？那我总不能去卖艺吧？我看你真是在金山上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根本就不知道啥是现实。
你该不会像师傅一样说什么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吧？也过于老生常谈了。显示就是，你常年在金山上学问习武，身边只有师父师姐师兄师弟，所有人都对你关怀有加，呵护备至。你的三观是靠书本和卷宗搭建起来的，有困难师兄帮，有问题师父扛。你甚至都没有学过一个生存的本领，也没有自己赚过一分钱。那么我问你，洗衣服买菜做饭这些问题你都考虑过吗？虽然我只是个实习跑堂的，但我努力肯上进。其实自打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知道我这辈子不会再喜欢上别人了。我相信师父说的话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遇到问题解决问题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嘛。看来你是执意要走了。看来你是执意要拦。那就别怪我不顾同门之谊了。那就别怪我不顾同门之谊。当家的，你怎么了？我带您去看郎中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怕是救不过来了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就让我这么静静地躺会儿吧。可你功力怎么退步这么多呀？知道接不住为什么不躲呀？是我没有靠嘴炮留住你，不过我真是不放心，我真是怕你往火坑里跳啊。当家的，我要是回去才是往火坑里跳啊。为啥这么说呀？到底发生啥事了？我当家的，你都把我打成这样了，我都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，你还有啥抹不开的吗？当家的，你有所不知，在收到你求助新歌之前，我的心情是灰暗的，未来是渺茫的，人生是绝望的，生活是没有任何希望的。青青，我血量有限，你长话短说。我被师父逼婚了，他自作主张把我嫁给白家庄的二公子白二狗，我当然不乐意了，可又没胆量当面违背师父的意愿，所以就借此机会跑出来了。啥？我爹出啥风？竟然要把你嫁给一只狗，岂有此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当家的，啊，我还不能起来，疼。当家的，你这莫非是回光返照吗？我该怎么办？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？棺材你想要什么材质的？杉木、楠木还是檀香木？呸呸呸，我这是说的什么呀？那些都不重要，你快把逼婚的事儿给我一一道来，我爹好端端的咋打起你的主意了？也不知道小生给老板娘出的主意管不管用。哎呀，想什么呢？小生可是方圆市里最聪明的男人，咋会不管用呢？集中精神念书。我在金山上从来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练基本功。消息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，师父已然收了人家的聘礼。可我年方不到二十，心系江湖，习得一身武，还未有过施展机会，着实不甘心就这样嫁为人妇。在这时，我的酒楼遇到危机，向金山求助，你又恰好截取了我的信鸽，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所以你就赶来相助，打着帮忙的旗号，在我这里做了缩头乌龟。我也是想一箭双雕嘛。你说说，跑就跑了，还弄出一个名字叫薛晶晶，是你干的好事吧？白家庄过门前要批八字问姓名，我出于自保，就在青上加了个草字头，想说来他个声东击西，暗度陈仓，以为这样会比较安全。我看你真是看了本三十六计，不知道咋用好了。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啥不对，可武林太大，江湖太深，你以后要怎么办呀？
你同意放我走了？遇到困难，我们必须勇敢面对，逃避不是办法。可我听说白家庄的人已经找来了，我不能再给你给酒楼添麻烦了。啥叫麻烦？当家的，你没事了？没事，就是刚才躺的姿势太诡异，我半个身子都麻了。真是太好了，刚才可把我吓死了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别说嫁给白二狗，就是让我削发为尼都绝无怨言。别犯傻了，好了，把咱们的兵器给捡回来，别让捡破烂的给捡走了。呀，我差点忘了。你看啊，你的名字里有个青字，我的名字里也有个青字，这说明咱们两个是不是很有缘啊？小燕子，我累了，我要早点休息了。哟，三位客官里边请。三位客官请坐，请问是吃茶呀还是用膳呢？给我一壶桃花酿，四两虎皮花生。好嘞，一壶桂花酿，四两虎皮花生。点的也太少了吧。我预感今天有蹊跷，吃的嘛随便点点就好，来喝茶。老板娘早。请请早。六叔，这几天有何异样啊？报告老板娘，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切空前正常。哦，行，去吧。小燕子又咋了？又吃错药了？依小生看是根本没有吃药。客官里边请。哎呀，如意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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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可以帮我们找人了吧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们这儿没有你要找的人。老板娘，你这样不厚道。哎呀，如意姐姐，小妹我对你毫无保留，你怎么可以欺骗我呢？这里明明一个小姐姐，我之前从未见过，这味道我也是第一次闻。我每天都洗澡，你不要污蔑我。你没见过的人多了，不代表我就有所隐瞒。不对，我见过这双眼眸，像夏日晴空里的星星，那般闪烁。这还是读过书、念过学的丫鬟组合。好句好句，小生要记下来，记下来。那可不，我可是白府白二公子的首席头牌大丫鬟。哦，就是那个白二狗啊。你说什么？不可以这样污蔑我们公子。二公子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姓白，名叫白啸天。还不是什么白二狗呢。老板娘，这是一个档次很低的灯谜。啸天，啸天犬是二郎神的狗，所以简称白二狗。哦，明白了。没错没错，绝对没错，你就是我们未来的二夫人雪晶晶。终于到了。老夫闯荡几十年，想不到上路人家里当了。哎哎啊！哎呀，我的个腰啊！哦，累死老夫了。和画像上一模一样，这能看出是人？我都服气。丫鬟就是丫鬟，你一定是念了假书。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侠，她确实是姓雪，但是呢，叫雪青青，不叫雪晶晶。燕梦晴，我就说到古镇酒楼一定能够找到二夫人。找不到二夫人，找到二夫人的孪生妹妹，我们一样可以交差。是的，青青姑娘，青青姑娘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，我们白府上上下下都等着你过门呢。
你就可怜可怜我们从未娶过亲的二公子吧。姑娘，你先把手放开。姑娘，这么说您是答应了？婚姻大事，恕难从命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冤不尽啊！你自己寻思寻，为啥不求别人，偏偏求你啊？还不是因为你跟许姐长得像，名字也像吗？你这冷冰冰的样子给谁看呢？我身为白富水，大丫鬟，求你看得起你？你怎么蹬鼻子上脸呢？根本帮个忙的哪里能死啊？是要你命还是放你血啊？白富啥地方你不知道啊？那几年吃香的喝辣的，多少女的挤破脑袋替我们二公子都看不上，你可倒好，给脸不要脸！哎，二妹消消气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言语炸弹吗？果然威力无边。老板娘，这又是哪一出啊？十有八九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二闹。接下来就是要准备上吊喽。恭喜你，都学会枪打了。二妹，咱先回去，明天再来。走。哎，姑娘，你怎么走了？哦，明天再来哟，一定要等着我哟，不然我会很伤心，很伤心的呢。这个胖丫头真厉害。慢点，慢点。别玩了，别玩了，没看我正烦着你吗？叶梦晴，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回去睡觉；二，放下你的爪子，给我好好坐着。坏了坏了，都上全名了，老板娘要发飙了。行了行了，别说没有用的了，说点正事儿。明天那些个疯丫头再来，咋办呀？都说话呀，平时不是都挺能张罗吗？这个其实我吧，到真章的时候我那是相当组织多谋，但是这次的事件我从头到尾我没赶上啊，我不敢妄加猜测，是吧？是，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坚守厨房阵地，你的发言免了。哎，好。都玩沉默是吧？哎呀，那古人曾经说过，那沉默是金，那开口是银。好呀，那金子呢？拿出来我瞅瞅。哎呀，这只是一个成语，意思是指啊，不常说话的人容易取得成功。用在这里啊，是一种行为处事方式。那《论语》为中中写过：“子曰，多闻却义，慎言其语，则寡忧。”背书回去背啊。沉默是金，是吧？你发言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咱们开门做生意，他要来咱也挡不住，是不刘叔？小生赞同小燕子的观点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要是再这么闹下去啊，我等大可以报官，让衙门将他绳之以法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哪条法律上写扰乱社会治安需要服刑啊？等我总有一天，我会把这条写进律条的。哎呦妈！就你们在这张桌上讨论国家大事，有意思吗？那讨论完能咋的？也就过过嘴瘾呗。你还是一个今年赶考、前途未卜的举人呢，你还举人？那酒坛子都举不动，那店里的活不都我干的？你。不还是一个坐在美女身边不敢表白的一个实习泡堂的吗？还有你，不还是一个冷冰冰的当代小龙女吗？还有你，你们还是老板娘吗？要我说吧，这做人吧，你得务实，对不对？你没事整的臭脚疼，那个啥用啊？我爹临死前对我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：有招想去，没招死去。废话。其实，
大娘说的也有道理，确实应该想个靠谱的法子。大娘，大娘，如此紧要关头，你咋还嗑上瓜子了？这可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有热闹看，这体内的洪荒之力真是压抑不住啊！那也不是你吃独食的理由，也给我来点。我给每位客官都准备了一盘，够意思吧？嗯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干得漂亮。当家的，他们是要在这儿上演全套的一哭二闹三上吊。经过昨天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个白富美才是主心骨，杀伤力最强，手段最硬，这是在用生命在跟咱死磕，咱根本做不过他，只能一不做二不休。你要为个逃婚杀人呀、啊？合情合理合法吗？常言道，解决不了问题，就先解决制造问题的人。你冷静一点。给我一炷香的时间，不，半炷香。那个姑娘，还真来了一个前来的。不要打扰我，这次我都把我三妹给我带来助阵了。雪晶晶要是再不同意出嫁，你们哼，就等着给我收尸吧。要不然的话，就你犯啥呀？现在他们三个人，你把他们都杀了，连坐三个，烤羊肉串啊，你都不信再来一顿。哎，姑娘，你先听我说哈。就算你死了，事情还是没有得到解决，值得吗？不重要，这些都不重要，跟挫败感相比都不重要。那么换个问法。你死了，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失。你说，我们这些人都跟你不熟，没有私下接触。你死了，我们不会为你伤心难过。就算后事有你这两个姐妹在，也轮不到我们操心。那你觉得你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你死了，你这俩姐妹还得把你抬回去，要不然呢，就落个死无葬身之地喽。就是你埋我们这儿，我跟你说，逢年过节连扫墓的人都没有，我保证你。不到半年，你坟头草就得长这么高。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我死在这儿，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关系，你们都是嫌疑人。我死之后，这家店就会变成江湖第一黑店。你们还想做生意？你说你要是死了？就啥都没有了吗？是啊，死了可什么好吃的都吃不到了。能做的丫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丫鬟有文化，这个丫鬟呀是读过心理学的。啥玩意儿心理学？老板娘，你给我怼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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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都冲我来了？青青，青青，要不你就从了吧。咱摊上无赖了。爹，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师傅，您怎么从金山上下来了？有什么重要的事需要劳烦您亲自出马吗？爹，你说你也不提前打一个招呼，我好派人去接你啊。师傅，您渴了吧？当家的这儿有铁观音和白茶，你想喝什么？爹，我去给你准备一个上好的客房，今晚就在这住下来。喂，你们不要这样，我二妹还在上吊呢。
对哦，好歹也关心我一下好不啦？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我爹大老远的跑过来看我，跟他一比，你是不是离我不开呀？这里是给我恩。你真是个黑心的老板娘！你们这家店还想不想开了？不想开，告诉我一声，我马上派人把这里夷为平地。哼！三位莫要冲动。哎呀，金老爷子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。老爷子来半天了，你才看见吗？我视力不好，我刚才只看见一团白乎乎的东西飘了进来。金老爷子太好了，既然您来了，就不怕雪金鸡不从了。哈哈哈！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此事。这个薛婷婷的婚事嘛，取消了。什么？取消了？啊，对，取消了。这不可能。我们府上连聘礼都送过了，这门亲事儿一定是板板钉钉的事儿了。对呀，怎么说取消就取消呢？金老爷子，人可得讲诚信呢。姑娘，不是老朽我不讲诚信，而是败家他不讲诚信。五日前，伯父收到薛婷婷的生辰八字，算过之后，跟伯父二公子五行犯冲，而且是冲五行克八字。伯父就命人把聘礼给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薛青青命里遇人克人，遇佛克佛，约等于天煞孤星的待遇。伯父不收也是情理之中啊。不，这不科学。我们在前线披荆斩棘，他们可倒好，因为八字不合就把婚给退了。带我冲回去问个清楚明白。雪晶晶不行，我们还有雪青青。化妆也不来给吸个汗，哼！站住！告诉你们白府上下的每一个人，不准打青青姑娘的主意。她已经被我预定了。棒槌！哼！三位莫要冲动。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你们看现在哪个样？师父，青青知道错了，青青不应该不告而别，给金山上下和您带来那么多麻烦，也不应该私自改了聘书，跑到大当家这里来，给他招惹这么多麻烦。爹，这件事儿不是青青一个人的错，你乱点鸳鸯谱，挤错姻缘线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当家的，千错万错都是青青的错，师父已经帮我太多了。就算是师父是爹，错了就是错了，错了就该承认。哎呀，想不到你俩爹妹时至今日情谊还如此的深厚，难得难得啊。青青应该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不应该和白家的关系闹得这么僵，还把麻烦惹到大当家这里来。青青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也有错，我要是耐心一点，在一开始就向你求证，事情也不会到今天这一步，咱们酒楼也不会被我弄得鸡飞狗跳，乌烟瘴气。好了，老头要走了。老头，你要去哪儿？陪乐乐耍一耍。乐乐，老头要回家啦。师父，请等一等青青，我去收拾行囊。不必了，你就留下。师父，青青知道错了，请您不要把青青逐出师门。如意，青青这个人嘛，还是挺好的。就是武侠小说看来太多了，整个脑袋瓜一会儿有点不太灵光。留下来，你好好给他上上课，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武林。爹，你是认真的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如意啊，就这样了，我就走了。勿忘秋后算账。秋后算账，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这就让你领会领会。兄弟们，上来了。青青，恋人来你得吃喝拉撒费，加上拜府妹打发的锅碗瓢盆瓶瓶罐罐，再加上误工费、问候指收费、老板娘的出场费。
还有叶心怡的清洗费、毛绒事件的道具费和酒楼上下的精神损失费，还有这些日子受到惊吓的客人们的慰问费等等一系列费用。稍后我会请六叔逐一写好，一式两份让你过目。这些费用将同你的劳动慢慢偿还。我季如意必须要让你知道知道，江湖里没有免费的三餐，想吃饭就要付出劳动，要让你清楚清楚什么是江湖规矩，什么是武林道义，什么叫自食其力。